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轮第一轮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比高低杠的崔璐。低杠内蹬杠弧形后跃直高杠，帕克空翻去到低杠，蹬杠弧形回来，大回环180，中穿腿前上接躯体的叶格尔，大回环180蹬杠回环，大回环360下法了，后团两周360度下。对，这随路这下动作完成还是不错，它最主要的这个高潮呢，一会儿也许我们在慢镜头里可以看到，就是中穿腿直接接前空翻抓杠，这是一个要有连接加分的连接动作。高低杠项目呢，在女子项目里呢是一定有连接的，我们看现在这做的是黄玫瑰换握低杠，蹲腿转体180蹬杠换握高杠，大回环转体360。刚才您说到他这个中穿接并腿躯体叶格，中穿是不是对女孩肩的要求很高？对，这个动作，对，而且呢他要很有力量，就又有柔韧性又得有力量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所以我们看这个女运动员采用这个动作还真是不太多。他刚才那个中穿接那个并腿躯体叶格是一个异翼的连接，是有